大天使麦克信息，关于你正处于灵性变革的风暴之巅。传导作者 Rana Herman Vesan， 译者 U 二觉醒。挚爱的大师们，抽一分钟时间，想象你完全懂得自己的起源，并且你能够任意翻阅你个人任何时期的宇宙历史档案。想象你拥有能力，不需要用任何话语，透过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连接，就能与周围的所有一切交流。想象你拥有这自然而然的能力，能够看到每个人的气场和经场，并因此在任何一刻你都能读取或明白一个人的意识存在状态。想象你能够清晰地设想你希望显现的事物，接着只要一点时间和少许努力，你就能把它变成实相之物。想象你拥有能力能够和天使群体与大天使群体交流互动，还有扬声大师和圣光存有。所有这些品质和能力都是你在更高实相中本属于你的自然属性。此刻的你正处在重新获得它的过程期间。让这些最初由造物主赋权于你的天赋与能力返还给你，并经由对这些能力的运用协助地球和人类集体的进化进程。我们已解释过许多次，以许多种方式你们与自己的神性本我分离，进入一种男性身份的角色中，它代表着我们父神的品质，或是一种女性的角色身份，它代表我们母神的品质。自从最初的分离开始，你自身的每个面向都以折射的方式进入到更细微的神性火花展现状态。你为自己假定、设计了无数形态、身份，在你穿越这个宇宙的同时，领受已数不尽的使命。宇宙扩张的下个伟大进程，以及所有有情众生的进化正在实现。你们每个人都拥有各自扮演的一份角色，作为一个星际种子和一位神性之光的和光者，承载你的使命。扬升的进程需要对那些已阻止你进一步提升、让你压抑和沉迷的事物予以放手，这些把你制约在第三和第四维度实相中。必须让你尘世的所有面向返回平衡与和谐，其结果就是对你内在记忆存储器的清理，让所有不和谐的能量、事件、阻止你获得丰饶的过去一切得到净化。所有将被保存的都基于奇迹、喜悦，以及你已成功获得的优秀属性和品质，作为一位创造者物质实相体验中所取得的智慧结晶。当你们穿越这条扬升的道路时，你们也在重新召回储存在你神圣心智中的智慧，并且你会越来越深入储存你创造之光的储备仓库——阿曼提粒子。你们正开始实际展示并运用各自不同的天赋，它们一直被很好的保存，直到你准备好重新宣称对它们的真实拥有权。你们曾是被神圣本源设计，在一个充满幻象和阴影的世界中，成为一位实在的光源发射器，让处于地球之上的你成为传递圣洁能量的大师。你的呼吸就是这个对应机制。当你处于一个第三、第四维度的环境中时，经由你把创造的最初生命原力物质传遍四方。而且一旦你敞开自己并激活你的神圣心灵和神圣心智，你也获得能力可以完全接通此宇宙的全光谱，并让紫罗兰火焰的神圣炼金力量被你完全使用。循环法则确保你送出的任何震动与能量都会返回给你，连同相似的品质能量或相同频率震动模式，以累积与叠加返还。在一个能量漩涡中，你是这个中心，它由一种振动的封闭循环自你的太阳力量中心生成。你的太阳神经从脉轮便因此而命名，这就像地球母亲接收宇宙能量一样，
你接收来自你自身太阳系统中这个内在太阳的力量。也就是说，你的每一份生命力量都来自你自身的这个太阳能量中心。抽一点时间，想象你自己是你自身世界的中心焦点，你是这力量之源，你的想法、行为和意图从你这里辐射出能量，并与相似的能量衔接起来。这股能量在这个因果世界中被逐级放大，最终返还给你，强化你实相的画面。你的身体吸收其中一部分能量，创造出痛苦和伤痛，或是喜悦与福佑，由你的频率与振动决定。剩余的能量则是在你身后涌出，建立你无限形态的其他循环，并同时逐步汇入到你个人的创造之轮。你总是在基于你所处的个人实相，恒久不断地给自己建造个人能量监牢，或者是你光之载具映照出的丰盛现实。难道我们没有告诉过你，你来到地球就是为了成为与造物主源头一同合作的联合创造者？返回平衡与和谐是始终根植于神圣心灵的先决条件。未能做到这点，你必须不断提升与评估你自我的觉知。你的情绪受到你自身的信仰影响，而你的意图则是受到你的情绪左右。用心聆听来自你灵魂的轻推之声，你神圣心智的智慧，以及你神圣心灵的高级情绪，它将协助你微调你的识别力，使得你能够做出正确决定，且总能行走在最高道路上，尊重所有生命，遵从于你内心的神圣鼓舞，引领你走向自我赋权。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你能够自这个已由你建立的实相中启动返回平衡与和谐的进程，对你所有的错误创造，与他人间并不友善的互动，基于宽恕法则实现逆转。当你这样做，将瞬间加速你返回这个中心的过程，因为它删除或解除这些你与他人之间在太阳神经丛区域已建立的能量纽带，并且它还将关闭能量泄露，以及来自集体意识信念系统且已经被你接纳为自身部分的负面性力量。你正在赎回这些你已交换、添加或参与的振动模式。所以，基于这个原因，请允许你自己进入这个恩典过程。要知道，当你实际这样去做，你就会体验到转变的清理过程，以及所有关联的细节。不过，如果你不愿主动，非发心去行动，它也并非一定要作为创伤或是强拉硬拽的强迫体验。宽恕法则包括校准你的意志面向父神、母神的更伟大意志，它基于所有一切的最高利益、最佳结果。为地球设定的神圣计划是这次宇宙整体进化进程的关键部分，时机也同样非常关键。成为一个服务于新世界、一位光之力量团队的活跃成员，将开启一个全新可能的门户。你们中间那些以勤奋的灵性练习始终让自己保持这个方向的人，将获得自我赋权，并成为神圣入门者。当你进入自我赋权的实相，你会自动开始从一个更高角度、更有优势、更有智慧的位置看待你的生活和这个世界。你开始透过光与圣爱拥抱你的实相，而非评判态度，并且对敏锐识别力的运用会成为你存在的一种自然状态。一个很实用的自我肯定句便是，我拥抱我神性实相的全部，在谦卑中存在着一股力量，在宽恕中存在着一股力量，在感恩的态度中存在着一股力量。爱是最高的力量，它包含所有源于神性意识的珍贵品质。你们中许多人都了解，灵性启蒙过程的开始存在一种危机，在灵魂与小我之间谁为霸权的争夺战，
这实际上是基于小我意识的幻觉展现。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清除他自身的幻象以及扭曲的星光界层面。小我的意图总是趋向被较低三个脉轮的能量和欲望左右并控制，这些非平衡的倾向嗜好必须被看清，并再次处于灵魂本体的掌控下。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之为灵魂的暗夜，或者说跨越幽暗山谷。此时你们就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心，对于你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懂得你绝非在遭受惩罚。一旦你成功跨越这个阴影之地，并以胜利的姿态浮现时，你将回顾这一切，这时你会明白曾经给予你的其实是一次伟大机会。它是灵魂自身的一次宏愿抱负，一位充满意识与觉知的人类，他所寻求的是内心与灵性的点化，获得自我赋权。在开始阶段，他依旧会有点自我为中心，通常面临被诱惑，容易兴奋过度，并因此经常遭遇自我怀疑和沮丧。一次灵魂自身的宏愿抱负应是尽力发展一颗敏锐充满爱且善解人意的内心。这个生命目标和抱负将让你逐渐远离世俗诱惑、个人野心，并从爱的角度发展出一份心愿，服务人类。一颗服务他人的心灵是一个灵魂的本质属性。一次灵魂宏愿抱负的开始，首先源于对自我为中心的走出和放手，我的，我拥有的等等概念，因为这些基于外部的焦点会开始缓慢消融，替代这些，会出现一种焦点，它不断转向内在，并且这是启动太阳力量中心的关键要素，它包含太阳神经从脉轮、心轮、胸腺和喉轮。谢谢收听，感恩祝福。